好，这里安装好了之后啊，我们用的是 nMotion 起床的功能，一般的就是端开机，这里点试啊，这个桌面窗口不够大的话，实际上可以点全屏的。过一会儿，这个电脑有点慢，所以它装载那个页面会慢一点。好，这个我点的全屏，因为刚开始是窗口的，有点小。我全屏之后，这个没有全屏，所以我这个地方要重新加载一次这个六轴的 CN 这个中文的那个界面。这个加载有点慢，这是电脑的问题啊。一般的台式机要好一些，这种我这用的是一种小电脑。好，现在这个软件已经安装好了。基本上软件安装之后，要经常大家经常要做的就是测试一下那个控制卡有没有输出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按一下电脑的那个键盘上的，你看那个键盘上的 Tab 键在这里啊，Tab 键，大家要认识啊，那就电脑的键盘的 Tab 键在这里，按一下之后，它会把那个就是。有一个副窗口会弹开，这个时候那个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传送模式没有打开啊。传送模式是用在控制手轮用的，把传送模式关掉，点动模式切换到连续状态下的话，你按那个就是那个光标键的左右 X 轴是会动的。另外就是或者是点界面上的 X 加 X 减是一样的作用。还有 Y 加 Y 减都是会动的，这个大家可以先测试一下。另外就是这个软件安装之后，第一步，你想要点动那个机器的话，你控制卡要供电，就24伏接好电，USB 要接好电脑，最基本的。另外就是这个连接状态啊，有的时候是显示这个急停复位这个地方的按钮在闪，这肯定是不能工作的。你肯定是要点一下复位，让它进入到正常的待机状态，这样才能够工作。要点动 X 轴、Y 轴的话，你就按一下键盘上的 Tab 键，左右，这是 X 轴的方向，Y 轴的方向，正负点动，看一下效果。这就是软件的一个基本的安装的过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